好的，这支影片是为各位介绍的是云林县虎跟下仑新安代天虎的一个所办的一个台十七线特色地标驿站一起九九营造计划一个揭牌的活动。这个时间点呢是在早上九点的时候，由我们云林县大家长张立善县长所主持的一个揭牌活动。那整个活动呢，进行得非常顺畅。虽然天气有点热啊，但是现场人潮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活络。那以下阿周就用一些那个记录的影片呐，还有照片，为各位来做介绍这个整个一个活动大致上的一个情形。首先，揭牌仪式的一个活动，先由下仑国小的龙凤队来做一个表演，做开场仪式。再次感谢金牌校长黄淑玲亲自率队，带来这么精彩的活动哦！国自古以来代表吉祥，代表如意，敬祝大家吉祥又如意。继续不再一次，把咱的同学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下仑国小的小朋友表演得非常的棒，给他们100个赞。另外，这次活动的小朋友比较期盼的，以及家长比较期盼的，就是二哥。那个充气乐园啊，也来这次活动，最主要还是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充气城堡的一个水乐园，可以看到就是这两座。另外也有重机的车友啊，来这边做一个餐饮活动的一个聚集，非常的不错。好的，把镜头转到庙坪前面，可以看到人潮是确实也是蛮多的。那大朋友也很开心，等一下呢，我们再去看小朋友的部分。我们先看大朋友的部分。看完大朋友的，我把镜头就紧接转到小朋友的部分，当然就是二哥的充气乐园这个玩水的地方。非常多的小朋友，非常的开心。我数到三，你们就往水往上泼，一二三，开始，快点泼！一声令下之后，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在现场呢，阿周也问小朋友，听听小朋友的心声。一二三，go！再一次。一二三，go！开心一点，慢慢开心。多办，对，以后要多办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点。你对管政府办这活动，你的感想？咱事实上，我是讲咱管政府办这对囡仔是真正袂歹啦，吼、哦！因为咱这整个所在真正拢也无什么所在通好耍，啊，管政府办这安尼吼，我囡仔咧耍真正袂歹，那会当什么乡镇会当参加咧去办，应该真好，吼、哦，很感谢你好。谢谢。来，大哥，你对县政府要办这个活动，啊，你的感觉怎么样？讲台语、讲国语拢会使。这个活动袂歹啦，虽然我毋是讲在地啦，啊，搁在一带算较有名啦。吓，啊，感觉伊像当地店面吼，然后办出来就像类似这个活动，我觉得是蛮好的。啊，刚好在那个周六，对啊，周末期间刚好比较有那个外来的那个一些那个生意。OK， 谢谢。可以带小孩子来这边了，虽然天气很热，但是一样很开心，对不对？你可以玩手雷，谢谢，谢谢。那我要讲对，在你讲，反正我会加。好，在你讲，你感觉这个活动啊啦？先生，你不要停来，开始，Action。在天路这间庙吼，办这活动袂歹，啊，但这庄家所在吼，根本拢无啥人，啊，真难得讲，今仔日吼，这庙方安尼，安尼这么啊大方安尼，这个活动吼，啊，这个张立善县长吼，感谢伊咧注定咱这庄家所在啦，吼，啊，无咧庄家所在平常时拢无啥人，啊，今仔日这活动办啊真水。啊！希望吼，讲咱这环境吼，啊，如果就是只增加啊，吼，让大家看比咱这增加，啊，无大家拢有钱来去放假吼，拢有钱来去，啊，无搞到人，吼啊，那这些咱的环境吼。新县政府提供这么好的场地跟活动，给我们这些小朋友玩。好，谢谢云县政府，谢谢。这次活动也是有结合市集，有一些市集来到这里，虽然天气蛮热，但是基本上呢，游客啊来到这边，我们口乡的一些民众还是会逛逛这个市集。当然也会来的一些美食的餐车，这个这时候正好是郑州五的时候，太阳最大的时候，阿周所拍摄的影片。我所知道，一般这个美食摊啊，大概再晚一点，三四点的时候就会特别多。现在这个时间点是郑州五的时间，大太阳底下，我所拍摄的影片。好的，镜头再转回那个小朋友最喜欢的二哥冲去城堡乐园的地方，蛮贴心的，怕家长在太阳底下受不了，给搭了棚子让家长在休息区，小朋友呢就到池子里面去了。那同时坐在这边的家长也可以看着小朋友在池子里面玩耍的一个情形，非常的贴切，这就是二哥冲去城堡的一个特色。
好的，看完影片的部分，最后这边呢后半部就是阿周在现场所拍的一些照片，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次活动的一个喜悦的一个情形。以上这个影片是我在今天跑到云林县口湖乡所为各位制作的一个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影片见。